这几年来，为了强化国防战力与韧性，我们加速推动了国防改革，国防预算也逐年增加。我们用行动告诉全世界，台湾会挑起自我防卫的责任，我们不会坐等命运被决定，我们也会和盟友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及稳定。我们加速量产各式精准飞弹以及海军海巡的高效能舰艇，此外我们也积极的筹获各类小型高机动性的精准打击武器，来建构完整的不对称战力，确保台湾足以应对外在的军事威胁。这几年国际国造国建国造都有具体的成果。谢谢全体的国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克服万难，交出了这张得之不易的国防自主成绩单。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